体验馆。这城市智慧家居有市场吗？我觉得可行。这是智慧水屋的拓展和延伸。现在这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人的心理需要抚慰。家不仅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栖居之所了。哦，我明白了，这是安哥拯救计划的一部分。我这也是刚看出来。丁洋说了，他在做一个体验馆。万物互联本身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时代，有就它生存发展的空间。好，别的我不说，只要是能让成语好，我认为这件事儿值。回来，不是因为你，别自作多情了，这是我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是可以的。猜谜似的，别熬了啊！何主任，请进。何主任，李总，幸会。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 MC 中国的董事长 Mr. Myson。李总，您不用介绍了，我认识。何主任又见面了。你好。你好，来，请坐。好。哎呀，何主任，你们这里的风水很好啊。我看了一下关于梦想小镇的招商简章，我相信像 MC China 这么优秀的独角兽企业，您是不会拒之门外的。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就是为了全球高科技企业服务的。欢迎 MC 中国入驻梦想小镇。那好，我也看了一下你们的政策，我希望我们能够享有像旭日科技一样的税务，还有办公设备的优厚条件。这点啊，您完全可以放心。所有能入驻我们梦想小镇的企业，我们都会一视同仁，让大家伙啊都享受到政策的福利。那我们就尽快办理入驻手续吧。可以，没问题。工商、税务、政策对接都交给我。现在正果办事啊。一张清单只跑一趟，三天之内全部解决。太有效率了，谢谢何主任。那麻烦您跟齐市长说一声，抽空我去拜访他。我一定代为转告。谢谢，走吧。今天对我们江南科技界来说是最为幸福的一天，江南商贸领头羊企业江大新科集团将划拨30亿元启动梦想基金。下面我们有请郑道先生上台讲话。江大新科技团有责任支持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寻求与全球 IT DT 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企业联袂，让我们携手共创大数据产业美好的明天。好，下面我们有请江南市市长齐东方同志上台，与郑道先生一起启动梦想基金。3、2、1。
没想到这布朗特也会来。两大巨头冲击江南，数据行业一定会烽烟四起啊！旭日可得加油了。是，我就希望程颖能快点好起来。谢谢。行，那我先去忙了。布朗特先生，我说过我们又见面了。HB 决定重返中国，希望您能把握好这次机会。也许我们在许多事情上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对吧？布朗特先生是有顾虑吧？互联网经济发展到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嘴唇和牙齿总是会相撞的，那总不能就不吃饭了吧？中国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唇齿相依”。嘴唇包不住牙齿很丑，牙齿咬了嘴唇很疼，合则共赢，斗则俱损。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因为过往有不愉快而有所改变。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可以，垄断和霸凌不行。感谢您的胸怀。面对多元化的世界，任何不合作的一方损失的是他自己。我会慎重考虑您的考虑。拜拜。嗯，再见。哎，老大，回头你帮我看一下，我老觉得我弄的这些什么溪水啊、鸟鸣啊，都特别假。哎呀，这建筑家居要感知人的情感，这也太神了。深蓝科技。你加入深蓝科技，能够回国为深蓝科技效力，我荣幸之至。刘董、王教授，您二位是我们城市森林亚太分公司的第一单客户，很荣幸为二位效力，也非常感谢您。我这儿呢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三位老总，王教授的实验室和深蓝科技在江南落户的选址已经准备好了。太好了，何主任，谢谢你啊。客气了，王教授，根据人才引进的政策呢，您的家也已经安顿好了，抽时间啊，您去看一眼。真让您费心了，何主任。还有，您的女儿王敏进入了市实验中学，据说学校的师资力量呢还算是可以，抽时间您也可以去考察一下。这不用考察了，我早就听说了，这学校非常好。真是谢谢您了。这个事儿啊，您可千万别谢我，这都是齐市长安排的。你看，江南的政务效率那就是快。刘董，我们啊就是为大伙儿服务的，效率就是我们的使命啊。那看来我是回对地方了呗。替我谢谢齐市长，抽空我一定去拜访他。南哥，嗯，老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太好，抑郁症。是啊，梦想破灭，兄弟洗墙，还让旭日赔了1000万美金，这三座大山压在心里边，换作是谁都会倒下。多好的一手牌，让他自己打稀烂。你看，看来你还是不懂他。我当年比他好不到哪去，看了半年多的心理医生才缓过来。你也有这样的遭遇啊？梦想和现实是有落差的，但凡有点梦想的人，多少都会有点痛苦。行，不跟你说这个了。我跟刘董建议了，请你帮我把江南实验室的团队组建起来。乐意之至，感谢您的信任。时间周期多久？时间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人才，没有 deadline， 只等你的好消息。好。哦，对了，罗成宇现在在做一个智慧家居的项目，到时候还需要您和深蓝科技多多帮忙。真有你们呢。
你别说，这个项目奇思妙想，没准会爆。借您吉言。走了。再见。再见。何主任，办公室喝杯茶吧。不了，改天吧。您还有事儿啊？布朗特来了，把办公楼定在了 MC 中国的对面，我得陪他呀去看地。他这是想干什么？他跟麦森杠上了呗。我走了。我送你。哎，留步吧。那您慢走。好。三足鼎立啊，这下梦想城可热闹了。两只老虎打架，吃亏的肯定是旭日。看来 HB MC 要大兵压境了。真能纠缠？他们就是会利用这种无聊的纠缠，为了完善他们自己的产品，赢得时间。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纠缠，加快新产品研发，否则我们有丧失市场的风险。你老大也真是的。他什么时候能出山呢？姐，你说你这得多深的情谊，才能跟着他跑不累？伤没在孕吧？我这是锻炼身体。一转眼，咱跟他跑了也三个月了呗。三个月。哎呀，肉不见少，饭量见长。你也不胖啊。你说像你，身材又好。又贴心，我要是前面那位，我早跟你求婚了。胡说八道什么呢？肺腑之言。三个月，你跟着陪跑也辛苦了。他是我的雨神嘛，我会一直跟着他跑的。但愿有一天你能超过他。那不太可能，我也就百年一遇，他这样的大神，300年才出一个。夸张了啊！哎。老大和安姐有点珠联璧合、势不可挡啊！哎，小心！哎，小心！救命啊！我也追你那么久了，那今天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啊？哎，你竟然这么小女孩啊？有没有听过422原则呀？什么？422原则。422是什么呀？422就是约会姑娘4次，姑娘没理你就是没戏了，知道吗？请姑娘吃2次饭，姑娘都没有主动，回请你那也是没戏了。表白2次还没答应，演的更没戏了，知道吗？那我应该还有戏啊，我这才请过你2次，我还有2次的额度。人都跑哪儿了？哎，小心！哎我不行了，肠子都破了，这辈子没法好好保护你，下辈子一定不离不弃。你怎么还脸上了呢？你我打死你！你说这个油。哎，中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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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笑？咱俩都死了吧？笨蛋。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模样啊！你又知道了啊？我知道啊。你看老大跟安姐，他俩刚开始也是打打杀杀，后来呢，不离不弃了吧？我估计咱俩呀，也是这节奏。怎么什么事儿都有你那么发现呢？
大的不错，哎，同学，任何事情，不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你最终呢，它都得有个结果。有些事情过去了，咱们呢就把它放下；有些事情呢，咱放不下，那咱就共同努力完成，不能原地踏步啊！于总，哦，张总，麦总说有个重要的项目，让我过来跟你合计一下。啊，坐，喝咖啡吗？咖啡就不喝了，白天喝多了，晚上容易失眠。啊，你说，亿科地产进军江南智慧城市地产项目，准备打造高端的智能社区。这次跟亿科的两亿大单，麦总希望我协助你，必须拿下。这个，这次啊，竞标的企业一共有四家，旭日科技在里面。我真的不太明白，我们一个跨国的国际型大公司，手握云龙云盾两大专利，为什么总要跟这个旭日科技过不去啊？上次的智慧水雾，我们就输给了他们，麦总啊，十分的恼火。你们输给旭日科技丢人吗？不是，我不丢人，谁输给罗成宇都不丢人。可是现在罗成宇已经不在旭日科技了，也是。现在的罗成宇啊，也就是个废人。于总，您先看，我先回去了。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样板，亿科的老总刘总呢，是个高标准的人。我倒觉得这个有希望，这应该算正撞在咱们枪口上了。你也别得意得太早，这次 MT 公司和咱们共同参加竞标，而且项目的负责人是于佳明。怎么哪儿都有他们？他们这是报智慧水务的一箭之仇。咱这次必须拿下这个项目，给他们点颜色看。给颜色，给颜色还得大家一起努力。行了，今天就开到这儿，咱们就散了。回去呢，都把手头的工作做好，然后咱们集中精力备战智慧社区。好。请进。麦总。哎，佳明。你要的那个亿科的计划书，我已经安排一个副总监直接对接了。佳明，这你亲自去吧。啊，其实这个项目呢，你我都看不上。不过旭日科技参加，我们就必须参加。来，走，我们去亿科那个竞标预备会。麦总，旭日科技跟我们就不在一个体量上，你没有必要把他们这么放在心上吧？佳明，虽然罗成宇已经变成废人了，但斩草必须要除根。我们一定要为云龙排除一切障碍。好，走。
用餐模式。风景模式。要做有呼吸、有温度、有情感的建筑，主体结构十分重要。瞧，按他说的做。我这没呼吸吗？挺有温度的呀。所以，这次竞标的核心关键词有两个：宜居、智慧。好，那今天的竞标预备会我们就开到这里。无论最后哪家公司竞标成功，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刘总家里临时有事儿，我陪大家共进晚餐。好，谢谢各位。丁总，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真希望我们是亲家不是冤家。不管时光倒不倒流，你我成为冤家是注定的。我也这么认为。秦总，我还有事，我先走一步啊。好的，丁总，期待旭日科技带来的惊喜。一定会的。那等这两种模式也都落实以后，咱这智慧家居就可以算落地了。大概半年，到时候一定能砸着我响。是咱们团建取消过了。是啊，老大真的好久都没来了。你把这个数据再核对一下。好，注意点。失去又一次，人群繁华，不肯说寂寞。安哥，你的拯救计划有效果了？就是效果不太明显。哎，有就是好消息。至少开始主动研发了。我们深爱着自己的天边，南方的那是北方的北，天空之下的帆和感谢诸位来参加亿科地产的智慧家园竞标会。那么接下来呢，会有四家公司分别阐述他们的竞标理念。首先我们请到的是 MC 中国的代表阐述理念。谢谢各位。谢谢，我是 MC 中国的总经理于佳明。接下来我要阐述的是云龙系统助力智慧社区，硬核科技打造未来智慧家居。请看大屏幕。已开灯，热水已为您准备好了。真正改变生活的智能家居会是什么？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未来的家是什么样的？场景智能化 ，MC 智能家居摒弃了语音遥控的思路，做到一键式的场景化服务，智能设备自动组网，交互无处不在。只要一键式，你就可以进入客厅、厨房、卫浴等场景，开启回家、离开、观影、助眠、洗浴等模式。未来的家是互联网的家，全屋智能，万物互联。智能安防、远程监控、智能情景模式自动切换，真正做到了技术改变生活。
好，谢谢各位。在座的各位都是业内人士，很多事情瞒不了大家。想必各位都知道，智慧家庭和智慧社区的解决方案呢，无非就这几种。但是其中最关键的是算法和安全性。在这两方面 ，MC 中国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手中握有诸多优质专利，比如我们的云龙一号系统，相信各位也都不陌生。它是以江南智慧城市为应用背景范本打造的大数据生态系统，还有归都梦界公司研发的云盾安防系统。有了这两大专利的加持，相信在未来智慧社区的建设中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MC 中国的诸多技术应用到未来智慧社区的打造中，无论在技术、时间和效益上都能提供独特且优质的条件。谢谢各位。今天旭日科技竞标方案的核心理念是用科技的温度感受这个城市的温暖和爱，用通俗点的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懂你。智慧家居是在改变我们传统的居住模式，将智能化融入生活，做到懂你的人性化操作，让钢筋水泥浇筑出来的冰冷建筑变得有温度、有呼吸、有感知。大家可能认为这就是一个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构成的智能自动化家居陈设，其实不然。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智慧家居的灯光就会变得柔和，并且会给你播放舒缓的音乐，释放安神的香薰，你也变得心情舒缓。当我们忧伤的时候，瞬间出现了火红的花海，温暖的太阳。每个人的情绪变化都会引起呼吸、脉搏、体温的变化，而这一切变化都会反映到我们家里的墙壁、灯光、窗户还有音乐等一个个家居元素上，他们都可以做到懂你，给你你需要的安抚、慰藉和快乐。谢谢大家。请留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初衷是什么？我们的首席架构师罗成宇先生是一名因抑郁导致的失语症患者，他做的这个智慧家居的方案出自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身边就有因工作、生活、情感压力而感到困扰的人，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家人、爱人以及朋友的关爱。罗成宇先生设计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从家居中就能得到关爱和关心。谢谢。这次辛苦你们了。
们可以啊，一群人输给一个身患抑郁失语的病人。麦总，罗成宇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佳明总，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好吧，你们回去做一个深刻的检讨。出去。Get out！ 在江南，很多事，很多人，你必须面对。西子茶社，见一面吧。今天我做了这场局，让你们两个面对。没事，总得面对吧。说说吧，为什么要害他？爱情。露是你自己一个人想的。我到底是有多傻，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说服我自己说，总有一天你是可以给他幸福的。你知道我最反感你什么吗？你从来就没有站在我和逸飞的立场上考虑过哪怕一次问题。每次要做决策的时候，你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道义、使命、责任。可是作为江逸飞的男朋友，你对他的责任呢？我以为只要我帮你骗他，帮你哄他，维护好你们俩的爱情，总有一天你们俩能修成正果吧？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功成身退了。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再吃你们俩的狗粮了。我没跟你开玩笑。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呀？从江南到归都，你一点都没变。是，我做局把你骗到孟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在项目里加逆向追踪吗？因为我第一不想欠你的，第二我希望你能多有点时间陪陪逸飞。你呢？一边做云队，一边开发龙光。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是，可能你们觉得我特别卑鄙是吗？没关系，我告诉你啊，罗成宇，你为了道义，为了使命，你能做多出格的事儿，我为了江逸飞也能做同样出格的事儿。为了江逸飞，我就是下地狱，我愿意。你要是真爱他，别辜负他。你知道，我知道什么？谢谢你。
是谁让我今天还会好奇。其实我在归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他怎么走，是他的事儿。老师，姑姑，丁叔，安哥，丁瑶，这杯酒，我敬大家，谢谢大家。来，咱一起。在全国一线二线城市的数字基建项目明显受到全球知名企业的围堵，5000万以上的项目丢了3个，5000万以下的项目丢了19个，真的很奇怪，仿佛一夜之间数字基建项目群雄四起，全球所有的大数据企业全都涌进了中国和亚太市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HP 和 MC 两家公司占据了资本和硬件研发的优势，他们完全可以把价格打到最低。但问题是再这么下去啊，市场资源都被 MC 和 HP 拿走了。咱们如果想跟他们博弈，就只能靠我们的研发优势。好了，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大家都忙去吧。好嘞。丁总。我觉得老大应该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了。是这个罗成宇，就是不肯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咱们得想想办法呀。我去找他，没什么用。其实还有个人。安哥。莫德，归都算法天才，王涛教授的高足，就职于孟建，算得上数据领域的精英。孟建。明白了，奔着成宇来的吧？看来王博士的引进产生了蝴蝶效应啊！最重要的是，国内突飞猛进的数字基建市场，让全球数据领域的青年才俊看到了未来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的空间。这下丁总该开心了，那得看旭日科技能不能给出留人的条件了。人才问题，我不怕花钱。丁总，财大气粗了啊！财大气粗谈不上。但是人才是核心竞争力，这个道理我懂。来，请坐，何主任。何主任，这个市里有没有新的引进人才政策？您可真是一个商人啊，见面就一个字儿，要啊。哎，我是要政策。我呀，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政策的事儿啊，我这个芝麻官可管不了啊。那齐市长就没透露点什么风声？据说啊，在资金补贴和住房政策方面会有大幅度调整，满意了？哦，那太好了。安哥，穆德这个人材料我看了，很不错，尽快签下来。你像这样的人才呀，我们旭日科技是多多益善。丁叔，开心啊！人才问题，不贪心不行。哎，安哥，一会儿我耽误你几分钟，我有点要紧的事找你商量一下。那行。你们先聊，我先走。那就不送了。好，再见。再见。您慢走，主任。刘部。听说，公司最近怎么样？四面楚歌。外资技术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行业竞争更激烈了。一语中的，
我今天找你来，我就是想让你劝劝程宇，让他赶紧回来履职。我现在都急得呀，火上房了。我觉得还是您亲自跟他谈的好。我谈了，不管用。他现在就愿意做他自己的这个什么闲云野鹤。也许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个闷葫芦，也不知道里边装的到底什么药。色彩只不过是那一段波长产生的错觉，如果爱情它告诉我谁的思念给谁失落，如果幸福只不过是擦肩而过一个瞬间，忘我又一次失去又一次，人群繁华不肯说寂寞，当我相互指引，我们深爱着自己的天人，南方的南是北方的北，天空之下的帆和海，远方拥抱我用金色的手，北方。